当时我在医院看病，听到消防车的警报声，我想都没想，我直接跑过去，然后看到的这个情况是一个老奶奶手上卡了一个戒指，然后开始救援。阿婆，你升职，升职，对，再升职。啊，没有，你们还没有，还有我们的。董少，好，我们要。阿婆，你等一下，就一定要等一下。哎，都坐好，都坐下，都坐好。开了，我掉了。